那真有办法呀，怪不得那么多人都管你叫师傅呢。这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呢，要不然胭脂虎怎么会跟着我呢？啊，难道他是胭脂虎的姘头，叛贼装弹弓？哇，这次我可发财喽！上面那个是谁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你姨妈姐姐的丈夫姓什么？我就姓什么。嗯，我姨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妈，我妈的丈夫，嗯，那不是我爸爸。你攞咗基金啲钱去做善事，我唔怪你。但你杀咗我老婆，杀咗我仔，我点忍你咁家产？你能杀你同我帮手？